是象吗？会不会紧张？小孩坐左边。哎呀，不要烤火。各位来宾乘坐时，请勿将头、手脚伸入车外，也请勿站立或摇晃车厢。随身物品请拿好，现在开始启动。坐的时候要不好玩。要不要玩？出口后方继续拉绳，敢不敢？不敢。要吗？要不要坐？我们坐第二排。好。第二排要不要坐？没有。都不要紧张，给爸爸坐。耶！我要坐小火车。耶！会不会紧张？好。会不会紧张？会不会害怕？爸爸的时候，妈妈保护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积木是不是也有小火车？对呀，我们也有小火车。这样你等一下夹到。跟爸爸约。各位来宾乘坐时，请勿将头、手脚伸入车外，也请勿站立或摇晃车厢。随身物品请拿好，现在开始启动。山洞哎。啊，怎么滑回去了？他怎么滑回去了？他怎么又滑回去了？刚刚坐的怎样？车好不好玩？啊，你会不会怕？你会不会害怕？你会不会怕？哦，你还想要坐别的？是啊，还要坐一次。跟妈妈说。你问爸爸可不可以？他坐别的啦，你要坐别的还是坐这个？我们去坐别的。好。长腿长就可以啊。
哇，那他先做那个刺激的，再做这个会不会觉得没什么？然后等一下会不会问他，你还要不要做这个？嗯，我不要做这个，不好啊。结果他的初体验竟然是用那么刺激的。等一下你为他做碰碰，你跟他一起做碰碰车。带他做了，我帮你摄影。好，我没有时间。再讲一遍。这个我应该不会怕。我是说，要不要？要帮我拍，要帮我帮你们拍。可是你会怕啊？怕，这个我应该不会怕。走，来。还要记得要拍四周围的风景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出发了，要坐火车出去玩呢。米阳说：“耶，出发了 ，Go！” 出发喽 ，Go！ 阿里比耶，你看妈妈比耶，一二三，看妈妈耶，阿里要看我啊，老公耶。OK， 好。哦，妈妈当你的天然的那个防护的。刚刚坐的那个之后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小火车没什么？哇，外面有什么啊？我们就看看风景吧。哇，你平常坐这个只能玩积木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实际坐上来了，哎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回去玩积木应该会更有福哦，是不是？保护你，结果表现得比妈妈还要镇定，变成是你在保护妈妈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哦，有，是你在保护妈妈。哪有小朋友做那个都不会怕的，还会笑哎。外面的风景也不错哦。好多树哦，我们在树林里耶。对呀。我们坐火车来探险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样就没了哎！啊，就这样。我没有觉得不刺激，很刺激还是不刺激？哇，就这样哎，哇！要回来啦。还是那个比较好玩。等一下，爸爸带你去坐碰碰车好不好？要不要坐碰碰车撞来撞去？碰碰车很刺激耶，你敢吗？你敢坐吗？你敢不敢坐？